네, 여러분, 안녕하세요. 这里是会学韩语，我是阿里老师。想要学习更多的韩语知识，欢迎加下屏幕上的老师，我在这里等你哦。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韩语是진심으로축하합니다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首先，这个진심，这里是一个名词哈，是真心、诚心的意思哈。然后后面接了一个으로。这里是一个助词哈，它是用什么什么，然后那这里我们一起连起来就是用真心哈，然后后面这个词是出卡哈达，出卡哈达，这里是一个动词哈，祝贺，然后用真心祝贺你，那就是怎么翻译呢？就是衷心的祝贺你哈，然后真心不落出卡哈米达，就是衷心的祝贺你。那我们平时其实说出卡哈米达说的比较多哈，那这里也可以加上这样一个表达，用真心的来祝贺你哈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课程的话，欢迎点击收藏、关注、投币。想要一起上更加深入的韩语课程的话，欢迎加上屏幕上的联系方式哟。안녕。